哦，到现在都还没停脚哦。没有停，没有停。三六四零。哦哦哦哦哦。三四零，三四零。对，三四零。哦哦哦。OK， 没有停。没有料顿啊。数据等一下会上传，好，证明GPS轨迹等一下会上传，中间没停。那个心跳停的话，那个心跳会降低。今天怎么会来跑这个配速跑呢？运动，运动哎，身体健康吗？对，你没有要跑上尾吗？我没有，我很久了嘞。哦，是哦，所以今天是算是测验还是 tempo run？ 友情陪练。哦，友情陪练。对，友情陪练。你应该会好好配那个配速吧？我是我在组的，超专业。那太帅，真的太帅哦！我太腿火呀！我怕你就是太快。先打预防针了。古人为什么今天选这条路线来模拟呢？这条路线因为离我比较近哦，然后很方便，然后这又是我们长跑强度的地方。所以哦是习惯的路线。对啊。那跟上尾比起来，这个路线有模拟到那个赛道的情况吗？差不多啦，上尾上下坡其实也没有很多。所以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边也是有一点点小上桥啊，然后小上坡这样是 OK 的。那你之前 PB 也是在上尾吗？对啊。哦，就是72分台吗？啊、73分03了，是不是？73.03很好记，差3秒。所以这次目标是 sub 73哦。对对对，低标就是72台，然后均标就是72.5内。均标是那个全国女子半程马拉松纪录7219内。哦，7219。然后高标就是71尾。但是先不敢想高标啦。均标去为目标就好了。那个天气状况如何呢？目前看好像90%它会下雨啊。哦，是哦。所以今天这天气也刚好。刚好，现在湿湿的。对。但是通常上尾每次比赛都降雨啊。在前几天看，当天降雨几率蛮高，然后当天早上就是湿度有点高。还没下。要下通常都是10点之后吧。看那个当天比赛的雨势怎么样。如果不要太大的话，像这样有点小雨都还算可以正常发挥。雨太大的话，那个空气中的水分子过多，气的就会很喘，那就影响表现。你上次是跑72分多吗？72，在我前面8秒。八秒哦。哦，所以那时候维青是37岁，36岁，哦，36岁，今年刚好。哦，那古人现在还比那你那个时候大了1岁多嘛，所以今年的目标会是，就看可不可以突破。悠悠，你有报上尾吗？没有。所以今天是来，我来陪跑的。哈哈哈哈哈。还要说，你不要当那个大脚不嫌脚那个。Jimmy， 我要让 Jimmy 知道你不孤单。先跟台长说，我再怎么办我就跪停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就会全程记录。我一定要跑完。陈云金要配3分半。哦，这个配速是你的 PB 的配速吗？PB 就是三二七哦。
哦，嗯，你的 PB 是328吧？所以这次没有想要配那个 PB 的速度。嗯，有啊，2018年那时候也是，跑的不是很好，但是在说突然跑很好。那你觉得世锦赛之后那个状况有回升吗？就是有啊，就是稍微速度有点缓慢这样。昌荣是那个时候是跑的感觉是如何？感觉还不错，虽然成绩才75分，但是算是配速算好。嗯，我那边的情况可能理想可能还可以快个一分多哦。等一下先往南港那边。跑一公里再折返回来。上尾的路线是绕一圈还是去回啊？是绕一圈吧。哦。绕好大一圈。哦，是绕好大一圈。哦。那个你们跑过香川环龟跟上尾，觉得哪一场比较好跑？上尾。香川后面是上坡。嗯。上尾后面是下坡。哦，对。那上尾的风跟今天这种风比起来，小多了。哦，小多。但是不知道如果有下雨的话，风会比较大。穿外套应该里面蛮闷的。嗯。就你的球啊！我刚刚说你的三，不好意思，最高配速325，最慢配速330，他只要没闭就是可以稳定的。应该是公布可能才是恭喜。你要跟着我去吗？他们要那个可以先带，然后我再带。好，不管怎样，还要回程我有替我带。没想到这么关键。就是回程我有替我带你吗？算起身，祝好。
所以大家都34分整到35分整左右。对的，不是不是，大家都跑赢几米。有一个，有一个中途乱跑。哎、欸，游泳呢？跑去游泳了。他应该是骑小船吧，然后去那边自己。哦。五里程。他不想要成为第二号停脚的。哦，对，他还没停脚。他还没停脚。对。我只是跑比较慢，但是我没有停。哦，到现在都还没停脚哦，没有停，没有停，哈哈，3640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对，嗯嗯嗯，没有停，哈哈哈哈哈，没有尿遁啊，没有，数据等一下会上场，好好好，证明，基因轨迹等一下会上场，中间没停，停的话那个心脏响，所以今天你有还是有35分半吗？35分半。嗯嗯嗯。那上尾这个配置有信心吗？对，好。嗯。后面是汗腺加出去了。那现在是没有掉速。好、哦，没有掉速。嗯。就拉成一直线。对。OK。34分35没有到保养状态。所以今年有尽力跑过10K 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因为现在尽力还没有恢复，所以我都是会 tempo 感觉。哦，我是我会让间接啦，休息时间比较短一点。嗯，训练那个代谢压力。嗯，对啊，然后透过这样的训练，然后搭配肌力，嗯，让一些受伤的肌腱、软组织。有更好的恢复，嗯，对啊。那今天跑这样子有没有很惊讶呢？有啊，跑超过自己预期吗？不过也算是预期之内啦，因为上礼拜群中跑后面6公里大概是320。哦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30分钟，我们都路线啊。哦，你这样说，这样说。哈哈哈哈哈！